所以他是始终没有离开佛经，天天读经，天天学习，所以他进步也很快，到晚年时候其入佛的境界了。所以对我这个学净土宗他也很赞叹了。他不认为这是迷信了。所以佛法要深入啊，不深入不行啊。深入之后这才了解。那么他喜欢华严。我对于华严的这个深入啊，我相信不会在他之下。那么我这一次这一遍华严经讲下来，估计决定超过10000个小时。这是我们老师想不到的。那华严内容是什么呢？我现在讲用现在现在人的说法，华严的内容讲的5个项目。第一个是伦理教育，第二个是道德教育，第三个是因果教育，第四个是哲学教育，第五个是科学教育。方老师在的话，我要跟他提起，他一定很赞成，一定很欢喜。真的你不深入，你不了解他，深入之后你才完全明白了。这个东西就是应用在日常生活里头。所以这是他讲一句话讲得很对，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真的不是假的。下面第18题，人过世后如何供养礼敬才如法，是否1年或3年内每一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供养饭？这个完全看你自己的发心，你对亡者的关系，你对亡者的感恩，亡者是父母，这个恩德很大。初一十五给父母供饭，这是孝心。就像父母还在一样。确确实实提起自己的孝心，也能够叫你的儿女你的子女学孝道，这个好事情。那么年代久了，你比如说3年我们供养3年，这个是应该的。3年之后呢，每逢忌日年节忌日就是他往生的那一天忌日来给他修复都是尽孝人能尽孝，社会风气就会变得淳厚这是好事情。下一个问题，就是家中如果有人将要过世，是否需要把家里供养的佛像用红布盖起来，在行丧和行孝期间，这个家亲和眷属是否能在佛堂和寺庙行香礼佛早晚课是否还要进行？这个不必把佛像盖住佛菩萨形象在家里面供养是最吉祥的
啊，名扬不得离。啊，你要把它盖起来的时候呢，这就错了。啊，为什么呢？让过世的人跟在世人都得不到利益，啊，而且还有过失，啊，这个浅显的道理啊，我们要懂，啊，这个行孝期间，在这个家庭眷属可以在佛堂，可以在寺庙里面，啊，这个拜佛、诵经或者念佛回向。早晚课一样做，啊，做完之后回向给亡人，啊，这非常好。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度各种不同的生物，发现动物的念头很多，不容易度，是否植物也比较容易接受化度？植物跟动物差不多。都有灵性，啊，你只细心用真诚清净心细心给他沟通，你能够观察得到，啊，那动物比这个植物的时候，还比较更容易度，啊，古大德讲诚则灵，精诚所至，所以精石为开，啊，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啊，我们用真诚心对待动物对待植物都有明显的感应。底下一个问题，请问什么条件才可以做护法神？你想做护法神，不容易啊，护法神他的功德给诸位说超过弘法的法师，啊，为什么说呢？弘法的法师再有能力，没有人护持，他就一筹莫展，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经弘法在这个道场，如果没有人建这个道场，建道场是护法神的，没有神建道场啊，我们没地方讲啊，没有场所啊，没有缘分呢，啊，提供场所提供缘分呢，啊，这是护法神呢，啊，啊，这护持正法，所以他的功德超过弘扬讲经说法的法师，啊，你要晓得，我常常做比喻，建道场他是校长，啊，他是教务主任，啊，他是训导主任，讲经说法的时候是教员，啊，他只担任这个科目，不一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这个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把佛法是交给国王大臣，叫他们护持。啊，你想想这就有道理，啊，幕后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在家中的家中布置小佛堂是否可以安置在厨房隔壁，佛像呢是否一定要面对西方？这要看庭看你家庭房屋的结构，啊，不一定在西方，供佛供菩萨的时候，啊，都供在上方，那哪个方是上方呢？不一定，啊，什么叫上方呢？它这个位置是你外面人走进来，无论从哪一道门走进来，他第一个看见这个位置叫上方，啊，所以就看你的房间有几个门，啊，有一个门它一定是面对着这个门，有两个门它的位置的时候一定是两个门进来它头一个看见，啊，而不是背对着门，啊，背对着门那是下方，啊，下方是主人的位置，啊，上方是上宾贵宾的位置，啊，这个礼节要懂，啊，
那么放在厨房隔壁也没有关系。尤其现在呀、特别是香港这个地方，居住环境啊是很紧张，啊，空间呢非常小，啊，甚至有很多，这个同修家里过去这些，最近我很少到同修家里去，这个，77年我第一次来讲经呢，常常有同学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参观，有很多家里真的就是一个房间。啊，那么这个沙发就坐的客人来接待的时候，他实际上他不接待客人，啊，我们去参观他就是一个布帘子拉起来，啊，那么像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供佛像要供，啊，那么供佛像呢，等于说就是一个房间嘛，我们供佛像或者供在柜子里面，啊，就像那个佛龛一样。不礼佛的时候门关起来，礼佛的时候门打开，这最好。没有这个事，我们就用帘子，啊，用帘子。拜佛的时候把帘子拉开，啊，不拜佛的时候把帘子拉起来，啊，这样就很好。啊，所以都是要看自己居住环境、空间，啊，来布置。下面呢是中国同修的提问。哦，一共有13个题，恐怕时间不够啊。第一个题，就是母亲发愿为哥哥念100部《地藏经》，诵经期间晚上看到灵魂，还有身体多处地方很痛，请问呢，现在可不可以改念阿弥陀佛，还是把100部完成之后才可改？最好是先把《地藏经》100部念圆满啊，然后再改，这样比较好啊。疼痛不要去理会啊，求佛菩萨保佑就好啊。那么你能看到这个灵魂，或者看到这个有许多灵界的众生，这都是正常现象啊，不要害怕，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他们。下一个问题，在家做早晚课是否需要依照课诵本的仪规啊？如不唱诵啊，像炉香赞等，是否可以用念的？可以，啊，在家里面一个人做，可以用念，啊，不要用唱，也不要敲法器，啊，尤其在香港，都是居住公寓，公寓你敲法器念的声音，隔壁人就来找麻烦，啊，他去报警的时候，这就不好了。啊，所以要顾到啊周边的环境，还有很多周边环境，它不是佛教徒，它信基督教，信其他教的，啊，所以要跟人和睦相处，啊，不要惹到麻烦，啊，彼此这个心里都清净的，这样就好，啊，所以佛不会怪你。第三个问题，在很多人这个喝酒吃肉时会用啊什么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句话为自己找借口，请问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这种话是佛菩萨硬化在六道里面，特殊状况之下叫人开悟的啊。对于一个吃斋持戒很严，他非常执着，分别心很重啊，贪嗔痴慢都不肯放下，所以菩萨用这个事情，你吃斋啊持戒那个严肃都没有用啊。像济公长老这个金山活佛，他专门就是对付这种人的啊，他什么机会都没有啊。所以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
啊，他心里真有福啊，他确确实实对人对事对物，他没有对立，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就是阿罗汉，没有分别就是菩萨，这个我们都讲得很清楚啊。你还有执着，戒持得再好，斋持得再好，你都比不上他啊。所以他是帮你开窍啊，告诉你，不是叫你不吃斋，不是叫你啊破戒，不是的，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提醒你，你要更重视实质的修行，那是形式啊，形式是对外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法了？吃得这么严呢？是叫那个没有学佛的人，刚刚初入门的人，给他做个好样子。啊，真正功夫得力不是那个，啊，这个一定要懂得，真正功夫得力是放下。啊，所以你没有放下的时候，那都叫世间法。啊，放下了。才叫出世间法啊，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很多啊，诸位要细心的去体会。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受菩萨戒三年，现想闭关，是否需要上寺庙啊受，还是在家里面受？我觉得了，你受菩萨戒三年，真的受了吗？啊，不是在寺庙里的受了个仪规就受了，那个不是的。啊，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个老师张家老师，他老人家告诉我，你参加这个三坛大戒。啊，那是我们初学佛嘛，是居士身嘛。三坛大戒里面有居士传居士的五戒、八关斋戒、居士的菩萨戒。啊，你去受了，受了你能不能做到？如果做不到呢，是假的。其实你受也是假的。为什么呢？你没有得戒，你只有形式。参加这个仪式，你没有真正得戒啊！你对于每一条戒的时候，开戒吃饭、制戒因缘，你一无所知啊！所以那个什么，那是假的，唱戏台表演。你要真受啊！所以张家大师告诉我，真受呢，没有仪式，你不杀生，不杀生这条，你真做到了。这条戒你就受了，不偷盗这条戒你真做到了，这条戒你受了，佛菩萨承认，护法神承认，啊，那么现在三坛大戒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藕益大师讲的，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比丘了，没有真正的比丘传戒，那么你这个三坛大戒的时候都不如法，要真正的比丘啊。那个没有真正比丘，这个戒怎么受法呢？啊，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可以求佛菩萨做证明，自己发誓一定要坚持，佛菩萨给你做证明。藕益大师受了戒之后，回过头来在地藏王菩萨面前，请地藏王菩萨给他做证明，他受沙弥戒，他受菩萨戒，没有比丘戒，他必须要比丘戒一定要真正比丘至少五个受戒，你才能得戒，到那一个找不到。所以他老人家一生称菩萨戒沙弥啊，这个就是佛菩萨戒，自己可以在佛菩萨面前发誓，我一定做到啊。所以今天谈到戒律，
戒律非常重要，没有戒佛就没有了。啊，戒律从哪里做起？从弟子规做起。你就要肯定，如果你真的受了三规五戒，弟子规你会打100分，感应篇你也是打100分。啊，为什么？你那是超过了。啊，弟子规是1年级，感应篇是2年级，五戒是3年级。啊，那3年级的学生看1年级的功课，不肯定100分吗？肯定是圆满的吧。所以想着，我们如果连弟子规都做不到，那全假的，自己要晓得不是真的，啊，是假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老老实实，啊，既然从小没有学，现在就认真努力来补习，啊，一定要把弟子规落实，把感应篇落实，啊，然后你才真正能学十善业，十善业落实了，才能学三规五戒，啊，像楼嘛，十善业是第3层，三规是第4层，五戒是第5层，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的戒才是真的，啊，你才真的有根，真的踏实。后面还有10题。我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10题呢，我们就留在下个星期五解答，啊，谢谢大家。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有30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答复。首先是香港同修的提问，啊，第一个问题，最近国内湖南洞庭湖地区有严重的鼠患，啊，老鼠破坏农作物，
有关单位每天扑灭几百万头鼠类，四天之内灭鼠90多吨，据说12年来有5次特大的鼠灾，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真正的解决？最近呢，有同学从网络上下载，不但是中国，还有世界上许多地区灾难的报道啊，有冰山积雪快速的融化，有温室效应，有地震啊，飓风、旱灾、水灾，还有瘟疫。灾难好像比过去频繁很多，而且呢都很严重。那么像这些这个洞庭湖的这个老鼠叫什么，叫东方田鼠，是吧？它这个地方没有写名字，我记得好像有这么啊，有好几类啊，数量听说有20多亿头啊。最近那边呢有水灾，可能是这些老鼠的洞穴被水淹没了，所以都跑出来了啊。那么他们是以农作物做粮食啊，所以这么多头啊，你就晓得这个灾害是多么严重啊。所以农作物啊被他们几乎都吃干净了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在过去，如果遇到有这些灾难，现在称之为自然灾害，在从前没有这个名词啊。从前国家遇到这种灾难，帝王啊，主动啊，这个邀请宗教界的人士举办护国谢灾法会，啊，灾难最大、最严重的时候，帝王亲自到法会里面来念香，为国家、为人民祈福。至于帝王派遣的王公大臣来做代表，参与整个法会的这一些事情就很多了，佛教的、道教的、神教的都有。在从前呢，通通都并存于社会，都以善心善意啊来祈祷。那么现在从上科学
认为这些做法呢是迷信。可是我们在历史上记载里面去看呢，那个迷信有时候很管用。啊，现在破除迷信了，不做信这个宗教仪式来祈祷了，那用什么方法我们都不知道了。啊，但是现在用什么？用菩萨啊，把这些像这些老鼠啊都杀掉，就是一天要杀几百万头，这个杀能解决问题吗？我们讲习里面呢，对于这些问题讨论过，讨论的最多的是农药来杀这些农作物的，我们讲的病害虫。啊，农药是专门对付这些的。啊，确确实实，这些病害虫啊，他们也很厉害。啊，农药杀是杀死了，可是第二批、第三批再来的时候啊，这个农药就没有效了。啊，换一句话是，他们的免疫能力提升了。于是什么？于是农药在加强。我听说，农药每年大概总得加强两次，也就是农药的使用啊，大概是3个月到4个月。啊，往后呢越加强，现在加强不知道加强了多少倍了，加强到啊，人吃了都要中毒啊，到这现在到这样严重地步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啊，佛门同修有些呢是经营啊，还是做农场的啊？他们告诉我，他说法师，现在这些稻米啊都不能吃，蔬菜不能吃，啊，那个农药成分太重了。我说那怎么办呢？哎，他说我们来供养法师。我说你供养拿什么？说我们单独有种的，啊，单独种的自己吃的。那个没有农药啊，这个没有农药，但是长出了菜呢，没有那个有农药的那么好看啊，这撒过农药这个菜很好看啊，那个有毒，自己不吃啊。我听到这些话了，我也很难过啊啊，为什么学佛的人不应该这样做法啊？你明明知道你所种的东西有毒有害的，你还要卖给人，这不叫谋财害命吗？啊，你虽然把真相告诉我了，我听得也很难过，这个事情不应该做啊。啊，应该要怎么做法呢？要知道这些鸟也好虫也好吃你们农作物的，它也是肚子饿了在外面去觅食嘛，它觅食没有死罪啊，这个要知道啊，你们做好防范就好了啊，尽量防止它啊。最好的方法呢，你要晓得，这学佛的人懂得，这些小动物啊，通通有灵性呐！啊，你仔细去观察小动物，它们身体里面的构造跟人没两样。啊，
你看小鸟、小麻雀，啊，外面看，眼、耳、鼻、舌、身，它通通具足啊。人有两个眼睛，它有两个眼睛；人有两个耳朵，它有两个耳朵；人有一个嘴巴，它也有一个嘴巴；人有四肢，它也有四肢。啊，解剖开来说，人有五脏六腑，它也有五脏六腑，它跟人有什么差别呢？啊，现在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了，半个多世纪了，越来越清楚了。啊，这是不可思议、奇妙的，啊，这一般人认为这是上帝的杰作。上帝为什么要做这样做法？啊，在佛法里面说，啊，这种微妙的接触啊，是什么呢？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性得了，发而如是啊。佛法讲得好啊，到你明心见性的时候，你完全见到了，你完全明白了。啊，你明白了之后，你也说不出来。你所能说的跟古佛说的一样，法而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不但人体构造跟所有动物构都是一样的啊，乃至于整个宇宙，森罗万象啊，山河大地，无量星球啊，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不但具足这些，具足真实智慧，具足了道德，具足了才艺，具足相好啊，尤其是华严经真的是讲绝了啊，几乎我们对事出事法所有一切的疑惑，华严里面全都有答案你读了之后这恍然大悟啊！啊，佛并不是叫我们读了就算了，佛叫我们修行啊，修行是什么？修行是放下啊，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真的了啊，这个是化身菩萨以上的限量境界啊，不是理想的，不是想象的，也不是推论的，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一个法性啊，啊，这个大乘教里面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你看一心一智慧略无为一然，你说多好啊，我们在华严学习里面都详细的做出了报告啊，所以天地万物啊跟我们都能沟通啊，啊，解决问题用沟通这个方法最圆满的啊，不可以杀害，
杀害上，杀害的是因果经里面所说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所以越杀越多。啊，我曾经给这些经营农场的同学们说，我说你想想看，30年前。还没有使用过农药，啊，50年前的更没有了，没有听说农药这个名词。那个时候的这个农作物，为什么没有虫去吃它呢？用了农药之后，你们自己想一想，这个病害虫是不是一年比一年多？而且有很多变种的。是不是有这样情形？他想了半天，哎呀，是这样的呀。这什么原因呢？越杀越多。那怎样才没有了呢？不杀就没有了。不杀没有冤仇了吗？你杀他，他不甘心吗？他来报复吗？啊，所以这个瘟疫也是这样的，瘟疫越来越严重。啊，鸡瘟。把这个几百万头的鸡全杀掉，猪瘟把猪全杀掉，牛瘟把人把这个牛都杀掉，那人要得了瘟疫把人全部杀掉，是不是这样的？这不是解决办法的啊！所以中国过去几千年呢，年年都有瘟疫啊。啊，中国你问问中医，瘟疫怎么解决？都用草药。啊，人可以预防，动物的时候也要给它治疗。啊，杀害消灭决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妥当方式。啊，所以应当要把冤结化解。啊，所以古人啊遇到这些事情啊，一方面用药物啊，多半都是用草药啊，对人对这些畜生啊，另一方面以宗教的方式结缘释结，把冤结化解啊，政府真的是多做好事啊！啊，这个政府官员斋戒沐浴啊，好事里面最重要的践行大事啊，这都是好事啊，真有感应。所以现在在今天大家不相信古老的办法了啊，我们昨天讲经才提出来啊，灾难这么频繁，希望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每天在早晚课啊加持1000声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专门回向给这些受灾难地区的众生啊，这个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啊，是祖师啊印光大师教我们啊，希望我们都能够遵循啊印祖的教诲啊，遇到灾难的时候早晚苦啊加念1000声啊，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念这个名号啊，给他回向。第二个问题啊，是香港有个道场啊，有某老师讲经领导大众修行
那么他也是强调啊，是以我们的教材来学习啊。那么他说道场啊，有一位道友一年前呢过世啊，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叫往生呢，可是有一些同学想参加助念啊，可是老师强调要修清净心啊，禁止大家去助念啊。那么问这个是不是如法，这些问题每一个道场有每一个道场的作风啊，但是助念非常重要。我们华严经啊现在正好讲到四等啊，这个四等就是四等是慈悲喜舍啊。昨天我们讲了第一段慈啊，大慈还没讲完，下一段呢就讲到悲，大悲心啊。大悲好像有三首偈，里面就有一条助念啊，助念很重要啊！啊，不但呢，往生的人得利益了，自己得利益啊。往生那个时候，助念这个功德比什么都殊胜。为什么？他能不能往生呢？就决定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帮他一把。比平常效果多出百倍都不止啊，所以功德非常殊胜。我们常常帮别人助念，将来我们往生助念的人也很多，那因果就如此吗？你要是阻止别人，劝别人不要去助念，将来你往生的时候没有一个替你助念。我们如果想到这桩事情了，不但鼓励别人助念呢，啊，有这个机缘呢，自己要去啊。你自己不去，你往生的时候谁帮你助念了？啊，业因果报啊。这因果经上，道家也都常讲啊。无不是自作自受啊，所以种好因于自于他了，决定有好的果报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下面新加坡同修有一个提问，他说最近有一本啊净空法师法语法院忏悔文，在中国国内与海外都流通得很广，请问这本书真的是老法师写的吗？他拿来给我看了，看这里本书啊，我看了一看呢，这里面呢都不是我讲的啊。那么现在他还编了一个，编了一段，啊，编了一段净空法师法语，啊，这个我都不知道，啊，那么像这种情形，过去我们国家宗教局长。叶局长我们都很熟了，他曾经告诉过我，他说国内有一些不如法的这些人也不一定是佛教徒啊，冒充他人法师的名义在国内做一些这个违法的事情，那这法师你完全不知道。
他说这个与你不相干啊，这些事情呢由宗教局由公安机构啊来处理啊。我也很感谢他，我确实不知道啊，啊，大概不止这一样啊，啊，叶局长说这种事情很多啊，最普遍的当然就是印送啊经书光碟，没有批文，啊，而且怎么样，他拿去贩卖，啊，凡是贩卖呀，一定要纳税，啊，那么他这就是漏税呀。啊，如果是赠送啊，还情有可原，啊，拿去贩卖的话，这个一定啊要向政府纳税，啊，这是正确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想还是让啊这个国内啊这个宗教部门啊这个有关部门去处理，啊，我们实在讲呢。问不了这么多，啊，我们还是老老实实讲我们华严经啊，嗯。下面是中国同修的问题啊，提问啊，这有不少个啊，有不少问题。嗯，第一个。在国内有些同修自称获得老法师推荐可以出来讲经，所讲的内容已得到老法师鉴定，请问这个说法可以相信吗？遇到这个事情啊，你要有智慧呀，去辨别，啊，连儒家也讲，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啊，要有智慧。我自己没有推荐任何一个人，啊，出来讲经，也没有给任何人呢。去鉴定他的讲义啊，为什么？这是个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现在的时代跟古时候不一样，现代是民主自由开放，换一句话说，谁都不能干涉谁啊。我们不是一个司法机构，不是一个执法的机构，别人犯法我们没权干涉啊，我们也没有权利去指责啊，这个道理啊诸位一定要懂啊。这些事情有国家执法的机构他们去干涉，这就是正确的啊。那么我为什么不敢推荐一个人，或者是什么有鉴定，为什么呢？那要负因果责任啊！我推荐一个人去讲经，我要负因果责任，这个诸位要懂啊。那就不是轻易推荐的了，至少要跟我若干年啊，一般都要跟我十年以上啊。我看到这个人啊靠得住啊，很老实，不至于把这个经论讲偏差了啊，我才敢推荐啊。这个事情太少太少了啊。有很多人来说，哎，老法师，我向国内人讲，那我说很好啊，难得了啊，你能说我能叫他不讲吗？我叫他不讲他听我的吗？他不听呢。啊，这些客气话顺水推舟。啊，为什么呢？我不是我叫他讲的。啊，他讲的错不错，他负因果责任，我不负责。
这个要知道。啊，那么学讲经都不例外。啊，实在说，我们最初学讲经，就是到外面去讲经，都不例外，守住老师教我们的原则。啊，最初呢，佛讲，完全讲老师的，啊，没有自己丝毫意思加进去，那是讲错了，老师负责任，啊，不是我负责任。以后进一步呢，啊，老师教我们讲注解，啊，讲古人的注解，古人注解是。文言文的，等于说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来讲，也没有自己意思。啊，古人注解里面懂得的我就讲，不懂的念过去就算了，那没有过失。啊，不懂的我就不讲。啊，这个是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知道的我就讲，不知道我就念。啊，不但我们要这样学，古人也不例外。啊，我们有时候看，看这个经本，看注解，看是注子，哎，他这一段好像经文里头有意思，他怎么没注出来？啊，我们提出来问老师，啊，问李老师。李老师说：“这一句他也不懂啊，他这样写没有过失啊。”啊，我们才明了了。啊，为什么呢？这祖师大德没成佛嘛。啊，所以他也是守这个原则，他懂得的他就注，注得很详细；不懂得的就很简单就带过了。古注里头有这个例子，可见的古人啊，著书立说讲经说法都非常小心谨慎，怕讲错 啊。那么参考注解，有时候老师教给我一定要参考一个人的注解啊，为什么呢？他有他的体系啊。如果是两个人的注解的时候就杂了，三个四个注解的时候那就乱了啊，一定是用一家的注解啊。如果这一家注解你遇到了困难，有的时候赶在讲的时候很难理解，自己都不懂怎么能叫别人懂，那怎么样，可以找其他的注解，就看他这一句，看看那些人怎么讲的，哎，自己在融会贯通，啊，这个都是老师教我们讲经的原理原则，必须要遵守的。除非你自己开悟了，自己没有开悟啊，一定要遵守古人这一些原则，啊，避免过失啊。这个很重要啊，啊，所以他鉴定那差不多是什么？这个人对经教啊成熟了，啊，鉴定就是印证了，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所以不是一个简单事情，啊，那么大家要是遇到这种情形，你就可以直接告诉我，要是有疑问的话啊，这个人我有没有给他鉴定，有没有推荐，你可以传真到我们学会啊，我会告诉你没有这个事情啊。但是任何人出来讲经说法我们不能够制止啊，没有权利制止。
如果真正是跟我们很熟的同学呢，我们可以劝他，啊，也不阻止他，劝他什么呢？要按古人注解去讲，啊，你不至于讲错，啊，如果自己用自己意思掺杂进去，或者是看到别人所讲的也掺杂一些进去，错误就很难避免。啊，古人所讲的错下一个字转语啊，堕五百世也乎身呐，讲错一句话了。啊，这个故事唐朝百丈大师啊，在佛门里头很有名的一个公案的故事啊。啊，百丈大师上堂，也就是跟大众讲开示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啊，胡须都白了个老人，常常来听经啊，白丈大师很了不起，知道他不是人，是个老狐狸。啊，听得很久，跟大家很熟了。啊，有一天他提出一个问题来问白丈大师，啊，问老和尚，他说：“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啊，白丈大师说：“他说好吧，你明天来，明天上堂的时候，你提出这个问题来。”这个狐狸呀，前身是个法师，讲经的法师，错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个问题。啊，别人提出来问他，啊，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的答复说不落因果。结果受的果报啊，见到畜生道。的狐狸身，他得这个得狐狸身呢，他就修行，修了五百年呢，狐狸五百年才修成人身呢，离不开，脱不了这个畜生道啊，所以他知道他的错误，所以请白丈大师救他。到第二天，他提出个问题。白丈大师给改一个字，啊，他问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白丈大师告诉他，大修行人不昧因果。你看，他说不落因果，不昧因果。他听了很欢喜，走了。第二天，白丈大师带了些学生。带了本机，带了锄头到后山，他说那个老狐狸，昨天的老狐狸啊，往生了，超生了，到那去果然没错，看到那个狐狸死在那个地方，把他按照啊出家人的礼节把他埋葬。啊，错下一个字转语啊，你就晓得开玩笑的啊，要负因果责任呐！啊，第二个问题，他说人的一生呢，究竟为何而存在？哎呦，这个问题，世尊在经上的答复就说得很清楚。啊，世尊答复只有四个字：人生酬业。啊，酬是酬报。啊，你人生在这个世间，
你为什么到了世间来呢？你过去造的业，你这一生来受报。啊，佛是这么说的。啊，你是来受报的呀。所以佛家啊，所有一切人都讲人道，到这个世间来投胎的人生两种业力。第一种呢叫引业，啊，引导你啊到人道来投生。啊，这个引业呢，过去生中你曾经修过啊十善五戒，啊，我们中国人讲的伦常道德，啊，你做得很不错，啊，引导你到这个世间来，啊，你的人生。那么第二呢，满意，满意你得到人生之后，像我世界上这么多人，有贫富贵贱不同，啊，这是另一个业，这叫满业，圆满的满，叫满业。满业是什么？过去生中你所修的啊善啊，这个大概就是佛讲的三种布施啊，啊，发布施啊，这个是财布施、发布施、无畏布施。你修的这个啊，那你修的多呢，你这一生福报就大啊，是富贵也，长寿啊，啊，健康长寿啊，啊，是这种因来的啊。如果贫穷下贱，那你对这方面没修啊，真的是业因业果，莫非前定？前定不是别人定的，啊，没有人给你定，你自己修，你自己得的果报。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遇到佛法，遇到圣教，哎，你就遇到了解脱的机会了，这个很难。稀有难逢啊！啊，遇到这些圣教啊，你对于过去今生呢，你就能了解很多事实的真相。啊，那依照圣人教诲去学习，啊，不但可以解脱，啊，而且可以呀，大幅度的提升自己的灵性啊。那么这就是最近外国人所讲的，外国人也讲轮回了啊，人到世间来干什么？来学功课，这个说法很好啊，我很赞成啊。佛虽然没有说是学功课呢，但是佛法里的确实啊，让你不断学习嘛，不断提升嘛。啊，你看《十善业道经》上讲的人天法、声闻菩提、圆觉菩提、菩萨法、无上菩提，这不就是功课吗？啊，确确实实很多功课要学。你都把它学好了就提升了啊，学不好就留级啊，来生再得人生是留级啊，实在修得不好，恶业做太多了就降级啊。那么这些给西方人最近所发现的，相同啊。所以人生在世啊，一定要在这一生提升自己啊！这个提升呢，要讲到究竟圆满，那确确实实就是净宗法门
啊，这一生呢，一定要把念佛往生摆在第一。啊，而且念佛往生这桩事情，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落实。你看话说的都肯定，但是要如理如法的学习。啊，理论跟方法都在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学阿弥陀经呢，你要看莲池大师的疏钞，看藕益大师的要解啊，理论方法说的多啊，说的详细啊，啊，依照这个修行没有不成就。第三个问题，他说在法师的教学鼓励下，啊，有很多的少年儿童读诵啊中华文化的经典，已经开始形成风气了，啊，这是好事情，啊，然而，在部分呢。大学生、研究生，啊，跟知识分子当中，对于中华文化经典缺乏了温情与敬意，啊，他们精于科学，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网情，荒于人情。精于商品啊，荒于人品；精于权力啊，荒于道理。请问呢，如何突破这个状况？问得非常之好啊，确实是先前的社会现象啊。也是值得许多有心人士忧心的一个问题。这个事情发生的根源是疏忽了传统圣贤的教育，而疏忽不是在今天啊，那我们想一想，要往上去追溯，一定追溯到慈禧太后、清朝开国的帝王。对于中国几千年传统的文化非常热衷的学习啊！啊，你看这个康熙、雍正、乾隆，啊，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可以说是精通。真的是认真学习了啊，所以他们执政的时候啊，都礼请三家的大德到宫廷里面去讲课啊，啊，皇帝带着嫔妃、文武大臣呢，一起来学习。所以它能够造成啊，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的盛世啊，一百多年了啊，康熙做皇帝六十一年，
雍正十三年，乾隆六十年，还做四年太上皇。啊，这个盛世维系差不多是150年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啊。啊，国力大到登峰造极，达到世界第一，有这么长的时间。啊，所以宫廷里面请儒释道这些大德去讲学，就成了风气了。啊，后来的帝王虽然成就啊，比不上啊，雍正、乾隆比不上，可是也都很认真学啊。到慈禧太后，把这个宫廷里面讲学啊废止了。啊，废止之后。慈禧很迷信啊，慈禧邀集一些嫁鸡孵卵的，这宫廷里面就孵卵了，搞这个了啊，甚至于国家大事，他不请教这些专家学者，他请教姬檀，亡国了。这一桩事情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啊，不尊重啊学术啊，去搞迷信了啊，于是这个儒释道三家逐渐的没落了啊，也就是没有人支持了啊。可是虽没有支持，王公大臣呢支持的人还是有啊，太后、老佛爷、皇上不支持了，王公大臣支持还是有啊，这逐渐衰了。满清亡了之后啊，这民国起来了啊，民国对这个事情就更冷漠了啊。那么再加上军阀割据、中日的战争，把整个社会呀打乱了啊。那么近来半个世纪，西方科学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呐、啊，举世之人呢、啊，崇尚于科学，把这个宗教学术都看作迷信，不接触了，这造成这样的因素啊，这个我们要明了啊。科学发展到今天，带给人类有什么好处呢？啊，损益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啊，带给我们的好处，在物质生活方面便利了不少啊，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在精神方面、道德方面呢，几乎是荡然无存。那就是这同学们提出来的。这些疑问了、啊、你提出来就是这样的了啊，伦理道德都没有了啊，都是自我为中心，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啊。科技发达了，人头脑里面只有一个字了，利益啊，无不是争名夺利啊。那么这在2500年前孟子就说得好啊，
上下较真力，其过未也。现在是全世界人啊，都在真力，把力摆作人生第一个目标。全世界人都真力，就世界唯一。西方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啊，现在这个末日的现象几乎都呈现出来了啊。有科学家提出警告啊，温室效应造成的全球冰雪的融化啊，他们说10年到30年世界上的冰没有了，全部都化掉了，海水上升50米到65米，全世界沿海这个都市啊全部都淹没掉了。现在很多人心慌了啊，这是什么呢？这个是因果啊，这就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好处，也带来了负面灾难呐 啊。所以这个灾难也很多人问过我，佛门有什么方法化解啊？佛门讲因，因是人心啊。楞严经上讲得好啊，贪心感应的是水灾，嗔恚感应的是火啊，火山爆发啊，愚痴感得的是风灾傲慢，感得的是地震啊。所以佛讲因呢，因是人心呢，所以只有佛法讲啊，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我们在学习经教报告里面讲过多次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球有什么差别？我跟大家说，一点差别都没有。啊，这个话不是我第一个人说的。中峰禅师的30系念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唯心净土啊，自性弥陀啊。所以他说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净土就是此方，此方就是净土。你看，这是几百年前呢，祖师都讲过，一点都不错。啊，我肯定他的话，我同意他的说法。那为什么两个比较相差这么大呢？居住的人民呢，起心动念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的居民，没有一个人有恶念，没有一个人造作不善，所以那个环境呢，境随心转嘛，那个环境就非常美好啊！啊，一丝毫缺陷呢找不到啊！我们这个地方的居民，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都是贪嗔痴慢，都是自私自利，
把地球上这个环境呢，随着我们的恶的念头、恶的行为，全变坏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没有古人那么样好啊！你看，在古时候这些这个文学里面记载的啊，这个世界很美好啊，现在不能跟它相比啊！啊，那就是现在人心跟从前人心不一样，从前人心厚道啊，知道啊，爱护别人，爱护大自然环境，所以大自然环境回报很好啊。啊，现在的人说不尊重别人，更不尊重啊自然环境。啊，所以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不尊重你，就变成对立了。你不尊重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就变坏了。啊，所以科学家只知道缘，不知道因。啊，因是人心善恶，与外面环境真的是感应道交啊。啊，那是真因呢。啊，那么因就是我们要知识这个就这个灾难，人心要悔改啊，真正要忏悔，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因上知啊。科学技术上呢也能帮上一点忙啊，那是治标，标本兼治，能够让地球恢复正常啊，灾难就化解了啊。佛法是真懂得这个道理 啊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1992年有1575名科学家发表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说人类和自然正在走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情况相当严重，如能量大量的需求，资源日益的消耗，环境加剧的污染，不治之症不断出现，人口恶性膨胀，生态严重失衡，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人与自然的同盟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等等，可说是危机四伏。从佛学这里如何评估分析这个现象，如何加强人类的危机意识？这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在前一个问题里面呢，有一些理论方面啊，跟这个问题有连带的关系啊，所以如果不晓得、不了解，宇宙万有的真相，这个问题就不容易解决。啊，了解宇宙万有的真相，科学家还做不到。啊，这一点呢，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所以我也讲了很多遍，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他是真正啊好学的人呐、啊，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19岁出去求学，啊，那我们要能体会得到，他是王子出身，啊，贵族啊，这受人尊敬的，又是绝顶聪明。印度当时无论在学术在宗教，可以说在世界上、啊、没有人能相比的，他们的宗教跟学术都注重在禅定的修养。在甚深禅定里面能突破空间维次啊，所以印度无论是哲学家、宗教家，对于六道轮回的事情，他们很清楚啊，这不是迷信呐、啊，不是传说、啊，不是推理呀、啊，是限量境界啊，那就是他看到的，他亲眼看到的。在定中啊，突破境界。上面他看到非想非，非想出天，他也有能力到达那个境界。下面能够达到阿鼻地狱啊，这是学问呐、啊。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呢，有时候说得很模糊。没有印度人讲的详细啊！这释迦牟尼佛通通都学了啊，六道状况搞清楚了，可是还是有问题。六道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没有人能答复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恒河边上菩提树下了，啊，那等一棵大树底下了，就打坐入定，啊，入更深层次的定，把12年所学的呢全部放下，啊，这一放下之后啊，他的疑问没有了，啊，为什么呢？真相见到了。疑问破除了，所以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叫见性成佛。放下才是啊。于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就体会到佛家讲什么世间出世间，实际上哪有什么世间出世间，没有啊。啊，能大师讲得很好啊，那要照他的说法了，世间出世间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啊，这慧能大师讲的啊，没有世间跟出世间的，啊，我们现在是真的懂得了，啊，什么叫世间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这叫世间，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叫出世间，是怎么回事啊？世间哪有什么出入啊？啊，没有啊，在人，是出世间在人，就是看你有没有放下，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菩提树下是一睹明心，大彻大悟，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啊，那么印度宗教学术啊，他们能够有那么深的定，定中见到了很多我们一般人见不到的境界，
但是他们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所以那种定叫世间禅定。啊，佛菩萨所修的呢叫除世间禅定。啊，什么叫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个定就是除世间禅定。没放下叫世间禅定。怎么回事情啊？啊，世间禅定入定的时候定的境界有，出定的时候境界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他分别执着又起现行了，啊，入定的时候暂时扶住了，他不是把它断掉，啊，没有断掉。那么佛法里面讲禅定的时候，一定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真放下，啊，所以阿罗汉放下了，执着。菩萨放下了分别，佛陀放下了妄想，就这么回事情啊！彻底了解事实真相，这问题解决了。啊，如果不到这个境界，这问题永远没法子解决。那么现在难在哪里了？现在难在大家不修定了。啊，世尊早就说过了，这世尊也是预言家。你看，三千年前他就讲了。啊，他走了以后，1000年叫正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呢，叫相法时期。以后10000年叫末法时期。啊，正法时期啊，戒律成就，规规矩矩的，依教奉行都能成就。相法时期啊，人心就不行了，就差一等了。啊，单单持戒不能成就，要修定。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呀、啊，是佛灭度1000年，正好相法时期。啊，禅定在中国大行其道啊。那么现在佛灭度，以外国人讲法吧，2550年了，末法了。那中国记载的时候就3000年了，那当然更是末法了。末法10000年的过了1000年了。末法时期什么现象呢？人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所以不能修禅定了，定不下来。所以佛说净土成就啊，真正老实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行，凡圣同居土啊，是决定得生的啊，生凡圣同居土就是成佛啊，所以这是一生成佛的法门呐、啊！啊，那么危机意识一定要有。啊，现在我们眼看的这个现象，啊，那我们对于圣贤的这个经教，要加紧努力的来学习。啊，这是什么？求知啊！啊，另一方面呢，要懂得加紧努力的学放下，这个才如法了。如果一昧去求知啊，不放下了，这叫世知变从啊，这就是世间法。世间法解决不了问题。一定要出世间法，你才能解决问题。自己问题解决了，你可以指导别人如何能够啊，趋吉避凶。
能够啊免除这些灾难，你才有这个能力。如果你自己没有契入境界，你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啊，这真修行啊。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危机四伏，危机已经浮现在面前了啊，包括科学家给我们讲了大概十年啊，10年到30年，那10年的时间足够了。我们念佛取西方净土的时候，我们估计3年，顶多到5年，我们就成功了。啊，所以我们不会悲观呐，我们不会消极啊，我非常努力的来干呐。啊，3年到5年，我们自己成就了。啊，我们自己成就，如果成就的人多，这个世间有福的人多。啊，灾难虽然不能够完全化解，确定可以减轻。啊，灾难的时间，科学家说大概10年会现前，我们可能把它再推迟10年到20年30年。我们认真努力，自己得度啊，也能帮助苦难众生。啊，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理论与方法。下面一个问题，他说人类正处在重要时刻，当前无论政治制度如何，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各国各民族都面临了三大矛盾：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生与人心尖锐的矛盾。啊，这是不是佛学所说的末法时期的突出现象？如何化解这三大矛盾？人类的希望和前景在何方？没错，佛法确确实实是有这个意思啊，是有这个意思。末法时期的现象啊，那怎么能怎样化解呢？化解还要靠圣贤教育的熏陶啊，所以拯救今天的世界，我很多年就说过啊，2种人能拯救世界，能毁灭世界啊，这2种人，哪2种人呢？第一个是国家领导人，第二个是媒体主持人啊，你看看电视网络主持人天天的教化众生，他教的是什么？如果他教的是圣贤之道，这世界就有救了。如果还是教啊，教导大家暴力、色情、杀盗淫妄，这个世界很快就毁灭了。媒体是中立的，没有过失啊。啊，过失的操纵的人啊，所以国家领导人要懂得善用媒体啊。你比如在中国，中国古圣先贤教化底蕴深厚。这是世界其他的这个国家地区所没有的。虽然呢，我们现在把它疏忽了，失去了一个世纪，底蕴厚啊，还很容易把它恢复起来，找回来。啊，所以国家真正能够培养一批好老师啊，好老师啊，
真正是有德行、有修养、有学问啊，不要多啊。能有两三个孔子出世，有两三个孟子出世啊，不但中国有救了，全世界都有救了啊。那么现在可以用这个国家这些媒体啊，如国家领导人他真正培养啊十几个二十个老师啊，利用国家电视台啊，每天能够播放两个小时啊到四个小时啊，教学啊，啊，讲经教学啊，把儒释道三家东西都拿来啊，啊，每一家两小时，儒家讲两个小时，佛家讲两个小时，道讲两个小时，每一天都有六个小时的教学。我相信不到一年，社会安定了，灾难化解了。啊，那么这个电台是向全世界播放的，啊，国家有这个能力。有这种便利啊，把它翻成各种不同文字的语言对全世界播放，我相信啊，一年到三年全世界都得救了。救世主啊，啊，救世主是国家领导人啊，私人困难啊，啊，我们现在是私人在做，也有一个很小的电视台。啊，我们用网络有十几年了，用卫星呢有五年了。啊，私人影响力不大了。啊，但是有没有效果呢？效果有。啊，全世界确实有不少人都在收看。啊，能产生一点小的影响。啊，所以这么多年来，啊，尤其我到澳洲之后，啊，有这个机缘，啊，代表澳洲，代表学校，啊，参与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我总是希求有国家领导人真正明白这桩事情，了解这桩事情，认真去做，再小的国家他都能救世界。啊，都能够啊带给自己国家的安定和平，啊，带给全世界的化解灾难，啊，恢复啊和谐，不是做不到啊！啊，好好的培养啊，十几个、二十个老师。就足够了。啊，那么这是化解危机不二法门。啊，除了圣贤教诲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啊，我们在安徽庐江汤池做这个实验，啊，证明。有效啊，古圣先贤的教育有效啊，能把人的良心换回来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法师说过儒之根啊，这个佛之根呢在儒，其
请进一步说明啊，佛跟儒的关系。这个我们在讲习里头讲的很多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我们走过许许多多的国家地区啊，接触过这个学佛的同学啊，很多，让我们深深的感慨的啊，表面上都在学佛，实质上呢，我们距离佛很远很远。